彰化县政府教育处101学年度修改国小教师每周授课结束编排要点，增列协助行政工作教师可斟酌减少结束规定，引发讨论。那当初会议讨论到，针对我们要给学校协助行政工作教师减课这个区块，我们当初是认为要给学校一定的弹性，那学校依实际的需求做弹性，以及经由会议的方式做一个讨论。那不过因为学校认为是说整个结束以及人数以及类别上有些疑义，所以我们后续为了协助学校，会在利用相关的会议以及召集相关的校长，再次针对整个方案的内容做一个详细而多次的一个说明，让我们学校在排课以及老师在授课的时候不会有相关的疑义。你的教师协助行政的这个课程啊，我们是安排给我们的各个学年主任，所以我们总共有六个学年，那再加上科任的学年主任，所以是七节课是给学年主任的课，减给学年主任，每个学年主任一节。那在社团的指导，因为我们的社团在执行上面老师都很确实，所以他们都是利用早自修的时间来做社团的指导，那老师也长期的指导学生也很辛苦，所以我们在社团的指导老师方面呢，也给予一节课的减课。教育处学务管理及课程发展科科长蔡孟凯表示，目前各校状况不一，可斟酌减少结束的安排，但需经各校课务发展委员会会议通过，如有争议可向教育处申诉进行协调督导。公益频道张华允彰化采访报道。